大家好，这个煮过的鸡蛋呢，你们要怎么去破壳呢？就是你先敲一敲，然后你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只是你放水，然后你就敲也可以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拔起来。你不要拿生的鸡蛋来这样子弄你要用熟的哦，煮过的鸡蛋之后呢，你就比较容易破壳。看到吗？看到，比较容易破壳了。大家好，这个煮过的鸡蛋呢，你们要怎么去破壳呢？就是你先敲一敲，然后你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你放水，然后你就敲也可以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拔起来。你不要拿生的鸡蛋来这样子弄你要用熟的煮过的鸡蛋之后呢，你就比较容易破壳。看到吗？看到，就比较容易破壳了。年纪今年30多，温度别追我，我还没有奔到四，你就开始奔五了。这太阳毒中我，不要让我无处可躲。我头昏了眼花了，我都不想唱歌了，中暑了，热死了，中暑了，热死了，我的灵魂都烧着了，热死了，中暑了，热死了，头昏了，热死了，眼花了，热死了，热死了。悠悠，谁把30块钱递给我？感觉自己是像一把火。其实我的条件还不错，他们就是这么说，所以你不跑。年纪今年30多，你爱你爱怪罪我，我是可爱的金城，也还没有娶老婆，寂寞了。孤独了，哭着人生。我寂寞了，孤独了，我还要唱歌。Everybody， 我们开始嘿。中暑了，死了，头昏了。热死了，眼花了，热死了，头死了，热死了，中暑了，热死了，头昏了，热死了，眼花了，死了。这是了，谢谢。
年纪今年30多，温度温度变最旺，我还没有奔到四，你就开始奔五了，这太阳独中我，我让我无处可躲，我冲昏了眼花了，我都不想唱歌了，中暑了，热死了，中暑了，热死了，我的灵魂都烧着热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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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，中暑了，热热热热热热热死了，中暑了，热热热热热热热死了，晕火了，热热热热热热热死了，热死了。悠悠，谁把上次考卷递给我？考卷究竟是什么意义把握？其实我的条件还不错，他们却是这么说，有点笨笨的头啊。哎，年纪今年30多，你还怪罪我，我是可爱的金粉，也还没有娶老婆，寂寞了，孤独了，苦着人生，寂寞了，孤独了，我还要唱歌。就是比如说我爱你，它变会变倒带，因为倒带的话它会变成你爱我，你爱我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吧。
谁把扇子看见递给我？所以这就是世上一把火。其实他们，其实这么说，那么乱的不？